你好，欢迎收看行家论股，我是黄宝欣。乐天大同化学2021财政年第三季营业额按年增长 15%， 但净利萎缩 38%， 公司宣布派发18仙的特别股息。首三季的核心净利为8亿7500万令吉，符合达证券的预期，但第四季的业绩预料将走软，因为石脑油原料价格上涨压缩了赚幅，以及美国联号公司关闭厂房维修所致。事实上，该公司第三季的净利已经按季萎缩了 80%， 因为大马厂房关厂维修，导致生产利用率低和销售低，以及平均售价走低。由于业绩容易受到石脑油价格高企的影响，加上竞争对手也就是国油石化新的化工厂落成，行价因此调降评级至卖出，目标价也降低至20.39元。